同学们，成绩出来了，小恐龙100分，值得表扬，继续努力。弟，你这次期末考试考得怎么样啊？哥，我这次考了2个100分呢。回家以后千万别告诉咱爸妈你考了多少分，不然你会挨揍。啊？我才不信呢，我这次考这么好，咱妈才不会揍我呢。小恐龙，试卷拿来，让我看看及格了没有。不错不错，儿子终于长大了呀，妈妈晚上给你做好吃的。你看我怎么会挨揍呢，妈妈还奖励我呢。你别高兴了太早，一会儿你就挨揍了。卡卡，你的试卷呢？怎么考得这么差，你弟那么笨都比你考得高。我就说我才不会挨揍呢。我先去做饭，一会儿再来收拾你。妈妈救命啊！